陈伟。是。颜色。你在澳洲都做哪些工作？我去农场牧羊，啊，我去农场采草莓，啊，还有去卖场卖东西。你在澳洲的经历我很欣赏，你明天可以来上班吗？可以。谢谢经理。谢谢。谢谢。那个经理，我薪水大概不配有多少？谢谢经理。喂，小张，你还在原本的公司工作吗？陈伟，你回来台湾了？对啊。我想心情不好，想找你聊聊啊。好啊，那你来公司找我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刚刚去面试，就那个老板好机车，好歹我也是从澳洲回来的，他竟然才给我25000。